适应情行，我是蒋胜，欢迎大家收看这一期的适应情行乐器视频。我们制作有品质保障的品牌乐器，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一款马丁的D45圣剑。那么这款琴呢，它是全球限量20把。那么这款琴的筒型呢是D筒型，14品的插接式。面板的材质采用的是重度熊爪，精选优质英格曼骊山木。背侧板采用的是精选优质马达加斯加玫瑰木，它的玉梁结构是 X 型前移切削式，玉梁材质采用的是阿迪朗华克骊山，琴颈木材采用的是精选桃花型，琴颈轮廓是现代 C 型，石板木材采用的是乌木，调音旋钮采用的是金色的开放式调音旋钮。那么这款琴琴头的贴面呢，采用的是乌木的贴面。剑柄采用的是夏威夷的相思木和虎背的镶嵌，同时上面还有赤龙的缠绕。它的剑锋呢，在指板上一直延伸到12品，采用的是珍珠母贝的镶嵌。然后我们这款琴的护板呢，设计的也是非常的特别，它是镶嵌在了这个琴身的上面。然后我们再看这个背板，它的背面同样也是有一个双环的母贝镶嵌，然后在中央还有一个赤龙的缠绕。然后这款琴出厂还会配备原装的高端琴盒。那么以上呢就是对这款马丁D45圣剑的介绍，希望能给荧幕前面的你们带来一定的帮助。这里是适应琴行，我是蒋胜，我们只做有品质保障的品牌乐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